线路严重阻碍了新爱里渡的交通便捷与城市发展，为解决这一问题，必须彻底清除损坏的旧地铁残余。之后再修建全新的地铁。为此，B公司不计成本，并购了大量高纯度的工业用以代替，专门用以进行爆破。原来如此，不过目前帆布下方市区的界定应该是处于无法通行的状态吧？炸药要如何运过去呢？<笑>你说的没错，不过B是一向高架原轴，请和我一起看这张电子地图。我们现在正位于死路空洞入口的爆破指挥部，地图中的红色区域也就是爆破区了。 由于名为“死路空洞”的半生空洞存在，目前新爱里渡道爆破区的隧道已经完全被空洞吞没，但死路空洞内部分地铁线路依然完好。因此 ，B4 决定使用各制列车穿越空洞运输炸药。为了回避乙骸，B4煞费苦心，步步为营，目前总算将绝大部分炸药成功运抵爆破区。<笑>请放心，没有特制的引爆器或是超强的外力影响的话，是不会炸的。 虽然很想展示一下现场，但为了避免有信号干扰爆破，我们已经对爆破区实施了民用信号屏蔽。目前只有我们的专用频段才能进行通讯。 CCTV前在爆破区全部平民，为了保险起见，仍然凭借信号。原计公司真是考虑周密。没有错，毕竟我们远景公司的远景就是整个新爱丽都居民们的福祉。日前，远景实业在工程进度之上，成功赢得本次就地铁相关工程的承包权。远景实业承诺以更大工期与更低成本完成此项目，以显著的优势胜过备受瞩目的白旗重工成功用钢。我们的科研记者有尝试联系白旗重工相关人士，可惜并没能如愿进行采访。 挂断先生，对于本次胜过业界信息白旗重工，你有什么要说的吗？这个嘛，白旗重工是我们城中尊敬的对手，也是值得学习的友商。我相信他们下次会有更好的结果。那么，都顺便请您谈谈压缩工程成本的秘诀嘛？我们应该没有这个问题吧？您指什么？你们给我的采访提纲里没有。库尔曼先生，现在是直播。库尔曼先生的意思是，远景公司的施工中绝无不能压缩成本的问题，我们欢迎每一位市民的监督。这次爆破，库尔曼先生最后会亲临现场，替大家坚守到最后一刻。 工程选址的空洞附近，还要欠一大量人员。一直进入Tabs台电的公司，说是才来取出啊。警报！接到摄像头视频到一位高兴接近本店的不明人士，推测他需要借由洗手间，还从记者录像带拐到妻，他对本店图谋不轨。这是有客人要来而已，不是应门。什么嘛！我有何事我们说的出去啊？啊！啊！你们别胡闹，你糟糕！你快点说话！ 现在没有海来得及吗？欢迎光临六分街最好的录像店。有来者我们会有人喊吗？喊绝的，走进派出所就会来。听起来好像个划算。我现在住的地方并没有翻译设备。那不对，我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，我知道的，你们是反恶头，我有神像的委托要交给你们。可是你一定疏忽了什么？如你所见，我们只是普通的录像制品出租店，不卖酱的。等一下，不用解释我，我装了又，是你可让我来找你们的，我不是坏人。太明白您说的是哪位？客人您是不是认错店了？想偷我的尼卡，我能是如此小偷的市场？ 这是你可随身携带的那个，真是你可让你来的。他们现在在哪里？就是新闻报告说的那里。远景的爆破区，你可大叔说里面没人了，才不是这样。如果说我竟然不怎么惊讶，会不会很奇怪？那帮人好端端的，在这个时候跑到远景的工地去干什么？有东西，我的委托是阿邦在调查，这边工地倒了几架，还有人，好多人在向你问候。冷静点，慢慢说。你刚刚的发言我只能想到商场大甩卖的血拼盛况。这个，那个，我说不清楚。对了，你可帮我，并没有这几家的视觉数据，你们太不知道了。很遗憾，有权限从帮布内部导出视觉数据的，只有他的主人和生产商马自己团。 有奇怪的声音。那个Ferry怎么回事？难道是想提示什么？你说什么？Ferry， 你有办法强制读取帮布内的数据？提问：需求是否为将帮布内的视觉记录转为录像输出？你看，刚刚是谁在说话？那里还有其他人吗？是新安装电脑绑架，别在意。怎么样 ，Ferry， 能做到吗？正在查找最近几日的帮布视觉数据，请说，我真笨，该早点排除你的。
那接下来我交给你了。正在与光路建立连接，开始读取视觉数据。数据读取完成，即将播放。哦，出现画面了。这么快呢？没错，这就是我和你可爱的影片。站住！今天我们就要给白老大哥报仇！不许闹！啊，我们都是啊，你们俩放松点。来，谁会接？我说是阿邦的小哥们，你们不觉得不公平吗？害死你们老大的是以他轻视症状，不是我们小猪哎。你什么意思？与其在错误的方向上出生入死，你们不觉得该多花点时间为自己考虑一下吗？我的手提箱里有点枯萎的全部存款，我拿出一半当做慰劳费，两位就当今天没见过我，如何？闹点深夜诱惑，我们自己来。这个怎么开？左自右七，听到咔嗒一声就打开。混迹街头守则一，陌生人第一次说的往往不是真的。想从我妮可的钱包里拿东西，你排他的远。那我呢？混迹街头守则二，不要轻易露出后背。刚才的爆炸声就是从这边传来的，快跟上！这两个废物被放倒了，他跑不了多远的，赶紧追！差一点点就被他们发现了。你不是来埋伏的，你不是石牙帮的人。恰恰相反，我和你一样是石牙帮的受害者。掏空口袋可以直接叫我妈用，我有想要小技巧偷我的委托。不过在那之前，我们先离开这里。妮可老大怎么还没回来？该不会是被石牙帮的人给抓住了？我相信妮可随机应变的能力，不过最近形势确实不容乐观。我们被赤牙帮针对了。哎，说的是，如果不是变长委托我们调查暴击枪的来头，我实在不想再靠近这些家伙的地盘。比利，你的感冒是真的吗？刚才如果不是你把喷剂暴露位置，我们也不会被破分炮行动。我现在用的自由在低温下流动性有点差，发声部位几个小齿轮容易硬转不灵。我看你是昨晚看傲天心事穿的太少了。妮可，妮可，你没事吧？怎么是从空中发射过来的？哟，这位小猫咪是？叫我妈用，是新的委托人。哎，不愧是妮可老大，在这种情况下能接到活，我被砍我。是你主动找上妮可的，别紧张，安比。如果不是猫药刚才带我从空中脱身，我现在还被困在赤牙帮的地盘里呢。就是就是，别紧张嘛，我和你们的立场是一样的，我有必须向赤牙帮讨回的东西。数年前，赤牙帮老大白妖米格尔抢走了我的家族遗物，为了取回那些东西，我潜入了他们的地盘，可是一直都没找到机会下手。你的意思是想让我们替你取回家族遗物？这可有点棘手。虽说现在赤牙帮的一片混乱，那你之前也看到了，因为白老的死，我们和赤牙帮结下了天大的梁子。正所谓和气生财。那件衣物超级值钱的，我愿意用它价值的30%作为酬金，视情况70%也可以。有多值钱？详细说说。妮可，我插一句可以吗？鉴于这项委托的危险性，我认为比起酬金的数额，确认委托人的诚意更加重要。我的诚意可是比青花玉不限量自助餐的青花玉还要充足。是吗？但在电影里，这种时机出现在主角身边的新同伴必定大，后期可能变成可怕的幽灵，也可能从体内钻出怪物。我的体内可没有怪物，你要摸摸看吗？我不想摸，请别搞错了，你现在要赢取的是我的信任。想不到安比竟然是讨厌猫的体质。等一下，那边下次有小偷。找到了，是条头乌，我跟你们拼了！哎，你是哇？好险好险，没想到这附近竟然还有赤牙帮的人，要是让他大声嚷嚷起来，这就坏了大事了。哦，身手不赖啊，小猫咪一击就把这头揍晕了。嘿嘿，怎么样，我当掉赤牙帮的坏家伙，我超卖力的。比利，你过去摸摸他的下巴。安比，通过刚刚的行动，你可以确认猫友的诚意了吧？手脚利落，力度也刚刚好，不过对方的反应好像是认识他的样子。那不是理所当然的吗？我为了找回家族遗物一直在跟他们周旋，被记住了找下脸无可奈何。不过我也把他们的全部地点都摸清了，据我调查的可靠结果，赤牙帮一共有三个存放重要物品的据点，我的家族遗物很有可能就位于其中之一。最近轰动灾害频繁，这三个据点毫无脚步都被吞没了。现在赤牙帮这苦于人手不够，没办法把里面的东西及时运出来呢。这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个好机会。好的，朋友，我代表小兔屋接受你的委托。既然你掌握了赤牙帮据点的情报，战斗力也说得过去，那就跟我们一起行动，可以吗？没问题，尽快取回家族遗物也是我的目标呗。那就这么说定了，我们先各自回去准备一下，待会在空洞附近碰面出发。刚刚猫又发了消息来，说他马上就到。妮可，真的没问题吗？他的战斗方式有些熟悉，有不少混迹帮派的人才会有的技巧。但做决定的人是你，我会不折不扣的执行你的决定。安比，你的心机我懂，明明是我先来的，是我的。不懂你在说什么，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不过也没什么损失吧，有我在，就算是小猫咪有坏心眼，也难逃我的法眼。而且最近我们频频被赤牙帮残暴阻挠，可该设法治一治了。别忘了我们还有使命在身，叫帮法乐同查清楚保险箱背后的事情。不管猫友和赤牙帮有什么过节，他熟悉赤牙帮的据点，这是我们趁机获得保险箱情报的机会。何况还有一笔不菲的委托金，何乐不为呢？妮可老大，竟然考虑的这么超越！我来了，让你们久等了。我没做过什么有趣的事吧？完全没有啊，我们就在说，等你来了就可以开始调查了呢。那就出发吧，我来给你们带路，先去第一个据点。已经进入空洞了，大家走近。放心，这里有枪，一上就传。赤牙帮的据点就在过眼的地方，只要消灭敌军，也还是他们。走。
天总算是不够麻烦的区域了。糟糕，那小混蛋怎么了？就算没变成，哎，对，我还不会，那谁知道呢？结果是，哎，网友，厉害！我刚刚能叫你，他们谈论的那个逆天问题，提炼单刀杀敌，行不行？那有可能。好，走，抓紧。谢谢广大。剪辑：小逆。拍摄：小逆。最后别忘了点赞、关注、评论、收藏、投币。